生活是多么美好，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。学校的日子是多么精彩，可以和同学一起畅游在知识的海洋。接下来请大家和一年级的小同学玩猜成语吧。年的生肖是什么呀？鸡。鸡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节目叫做我表演你来猜成语，当然你猜中的话你有奖品哦。有没有奖品？有。大声一点，要不要奖品？有。好，那我们先是第一个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好，第一个成语表演开始。哪位观众可以猜到这是什么呀？啊，
4D model